两套古风的，一个琴师的，还有一套那个侠客风的，你更喜欢哪一套啊？男生都喜欢那个帅的吧？侠客的咯。嗯，其实我觉得琴师也挺好看的，不过我也是更喜欢侠客的。光哥，话剧什么时候演啊？北京疫情现在慢慢好了才可以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我该发抖音了。不是说好的夏天的腹肌什么时候给我们看呀？我什么时候说好的？你今天下午给人家的评论呀。哦，我说夏天还有腹肌不代表有腹肌给你们看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你什么时候私下再戴耳钉啊？好久好多年没戴了吧，都只有在舞台上戴。舞台上也戴？戴了，去年的演唱会有戴。舞台会没戴吧？有戴，我们后来找到图了。我不信，你先拿上给我看。我现在没法拿给你看，但的确肯定有，而且好像还是太阳形状的。去年五月份的演唱会。不是，就现在，长相可能不太适合。怎么可能？头发长得好快啊！我剪了两三次了。哇！我应该都已经正常了。是吧？回来之前又剪了吗？没剪，还没剪。有剧本剪。哦，话剧排练的怎么样了呀？还没开始呢。还没开始啊？嗯。因为疫情应该也好。哦。哎，那反正下半年肯定能演出。上次你贴的那贴纸过了好几天才掉啊！上次你那个贴纸过了好几天才掉，怎么会突然贴那个贴纸啊？就是突然想贴一下试试，然后就贴了。小朋友的心思。抖音好久没发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快发抖音。随便拍拍嘛，都可以呀、啊，啥都好。